起啊 ，I'm sorry， 对不起，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没事吧？肿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打死你我。你以为我怕你啊？还不停手？你打我干嘛？谁叫你不停啊？你每次打架都这样，他都快死了，快走啊！对啊，干嘛？我的钱！不要了！我，女孩要是不拦着，你就惨喽。老婆，有一个女的拿了我的手机和行李啊！拿错了你的行李，你也不能见女人就踢呀、啊！东西丢了先报警，这公安局往左拐，再往前走，然后呢，再往左拐，再往前走。我是被人给骗了，被骗了。这位大哥，你能不能把手机借给我，给他们打个电话？我的手机丢了，我得告诉他们一声。哦，给，谢谢啊。按这儿啊。电话费。喂，我来了啊啊！喂，别跑，把手机还给我。看清楚了吧？啊，哎，喂，大毛，别说我陈皮说大话，这块石头是我亲自从新疆扛回来的，保证是极品。开个价吧，给个价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摸摸手，来，这个，哇！你卖完这个石头都能去美国买个岛了，值得，值得、哎！别，这个数，啊，KO 不 KO 啦？大毛，不是 KO 不 KO， 是 OK 不 OK 呀？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，喂，有屁快放，我再大声一点，这个数啊，这个数好吗？好了，已经到了啊。好，那我再加一点。我先打个电话，你先别开价，我儿子到机场了，你先别出，先别出价，先别出价。喂，老三，在家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就去啊。OK 啊，不是 ，OK 好，大宝，你不摸了？你不摸定了吗？帅哥，这个电话打个长途。你开玩笑啊？我跟你们说，从今天起我们就有新的掌门人了。哦，哎，大师兄，新的掌门人
是什么样的？他是不是很能打？当然能打了，我能打我就做了。当然了，不能打怎么当蔡礼服的掌门人呢？也是。我只知道他是皮叔的儿子，在美国长大，名叫丹尼。喂，皮叔啊，说怎么了？你的儿子是不是很黑？出生就很黑了。哎，不是很黑，黑得像星星啊。他喜欢游泳、踢球，晒个太阳多了，不就黑了吗？真是的。喂，阿东啊，你见到我儿子没有啊？哎，不是，啊，皮叔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是这样，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和黑人婆，搞在一起啊？我好像没有啊。是这样，我也许不该问啊。你的祖先他有没有和黑人有关系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。我记得我爷爷说过，他爷爷的九姨太就是黑人婆。你个老东西，你问这些干嘛呀？你是想查我家谱吗？净扯淡！快把我儿子接回来！Danny， Danny， 没错，我 Danny， Danny。你美国来的？美国，纽约，纽约。我就是来接你的。要丹尼，好好听的名字哦，他一定长得很帅。对。哇，至于？关你屁事啊！连掌门人你都想泡啊？难道我还泡你啊？那就免了。你泡他吧。啊，泡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这样吧，大番薯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你泡他？可以呀、啊，窝头也是粮食啊。大师兄，他们欺负人。好了好了，别再逗了，大家好好练，给掌门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老板，来六个茶叶蛋。还要什么？没了，快点快点，我饿死了。来，给钱。吃六个蛋不怕噎着。喂，你给我假钱啊？什么？假的，假钱呢？这，你还跟我演戏？想在我店里骗吃骗喝不可能！快点给我吐出来！你吐出来！什么假钱？我不知道。你那就更严重了，用假钱还抵赖，我报警抓你信不信？大婶，我真不知道。喂，我不是大婶，你看看我多年轻，你叫我大婶？大婶，我真……你还叫啊？我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你，冲你叫我大婶，我给你报警抓你！哎，大婶，不，大姐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干嘛？你听我。妈，哦，又是你啊！这么快就上门来了，你想干嘛？你们认识啊？谁认识他呀？你看啊，我这过来也没别的，我就是肚子饿，想吃几个茶叶蛋，然后我给他钱，他说说什么呢？那你为什么非礼我妈？不是，是大婶的。还叫我大婶？失礼了，大姐，你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我今天一架飞机的时候啊，就有个女的要问我借手机，我又不认识她，可是我这个人就有一颗慈悲的心，我就把手机借给她，她那就觉得不好意思，非要给我话费，非要给我话费，我说不要给，她给就给吧，谁知道给的还是假的。傻呀你，这么说你是上当受骗了，真可怜。哎，你刚下飞机怎么一点行李都没有啊？在飞机上丢了。哎，我吃你几个鸡蛋，将来我一定找机会回来还你。哎，证据没有了。哎，能借我电话用用吗？好。证据都被你撕了，你会还才怪呢。哎，来来，这边，车过不来，得走过去。来，这儿，到。哦。哇哦。Cool！ 哎，别，不要，不要！
不行，一定要口罩。哎，掌门人到了，掌门人到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就是丹尼啊，杜叔，他是皮叔的儿子。哎，对啊，丹尼吗？你好，你确定没接错？皮叔说没错啊。你好，你好。皮叔会生个老黑出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也许是皮婶在年轻的时候。跟那黑人搞的呀！怎么了？哎，我爸电话号码想不起来，美国姑妈又不接电话。啊，别着急，也许是我手机号码的缘故，你姑妈觉得是陌生人打错了才不接的。你说也是啊，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先报警，再想想了，快吃吧。嗯。你真没想到回到中国第一顿饭就吃得这么好。来，今天你到我们店里来，你咋看见我一点都不生气啊？不生气。跟你说吧，我这人肚子里能撑船。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生你气啊？我跟我师兄把你打了嘛，你应该生气啊。这也不能怪你，谁让我在那时候产生幻觉了呢？再说了，又不是你打的。哎，那小子好像挺能打的。他叫啥？他叫藏龙。哦，壮龙，就是医学上叫间歇性失聪综合症的那种。什么症？间歇性失聪。哦，我听不懂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吧，挺有优点的。你看你的牙多有劲儿啊，那鞋都让你给咬烂了，疼不疼啊？哎呀，你个死阿栋啊！你去非洲接我儿子啊？现在都几点了？怎么还没有接回来啊？不是，他说先到拳馆看看，我就带他去拳馆了。还有啊，钟海说明天就让丹尼就位了，要举行个仪式，所以丹尼呢在拳馆准备准备。太好了。还有啊，那个仪式要简单点还是隆重点？哎呀，你拿主意吧。哦，对了，阿栋，我明天去不了了。因为北极有单生意等着我去签合同。哎，阿东，我跟你说啊，要照顾好我儿子，要弄得稳稳妥妥的，知道吗？哎，放心。那我走了，我走这边。你呢？我走那边。那好吧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喂。你知道往这边走是上哪儿吗？不知道还走？你看啊，我身上的钱都吃饭了，怎么给你租旅馆啊？你还是先跟我回家拿点钱去吧。啊，快走吧。哎呀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我还要赶深夜两点半的飞机呢。怎么了，皮叔？我看见有个黑影闪了一下。哦，要不要我马上过来帮你？哎，不用。怎么说我也是蔡礼佛的掌门人嘛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美女，我这两个兄弟不比他长得帅啊，怕他不如怕我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我说你们三个怎么做人的，喝点啤酒就装，装什么装啊？怎么说话了？不关你事，你让开啊。我们找美女喝酒，怎么不关我事儿？怎么着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往这打，往这打，往这打啊，往这打。别跑啊，打我。不是说打我吗？打我呀，打打打打打。还去你家拿钱啊？不去。你住哪儿啊？你家里有地方吗？你想占我便宜啊？算了，我找别的地方吧。那跟我回去吧。
鬼啊！喂喂喂，这深更半夜你们干什么的？怎么回事？我是想掌门人舟车劳顿，让他洗洗脚。洗脚？这成洗澡了。那是水是不是很大？我想越热他就越舒服，差点就开了。那就不是洗澡了，该退毛了。君君回来了。是啊，我回来了。怎么跟那傻小子吃饭吃这么晚呀、哎，大姐，你这瑜伽练得挺棒的。喂，哎喂，你快点转过身去啊！快点啊！怎么了嘛？你又不是没穿衣服。哎呦喂，愁死人了！我妈就这样，来，坐坐吧，别管她。怎么样，我们家很宽敞吧？哎，是。你要不要去医院呢？哎，那小子呢？洗澡呢？哎呀，你怎么把他带回家来住啊？我们孤女寡母是很危险的。妈，他可惨了，身上没有钱，护照也丢了，没有地方住，就让他睡一个晚上，明天再想办法送他回家。他在这儿有家，你干嘛现在不送他去啊？他不知道家在哪儿，他爸的手机号他也想不起来了，美国的姑妈又不接电话。他睡大厅里，咱们俩睡房间，很安全的，没事啊。那好吧，就算有事他也打不过我们两个的。那是谁打得过我妈呀？啊，哎呀，刚才真是的，什么都被他看到了。你穿的跟运动员似的，哎呦，看到什么了？不是说的这儿是这儿啊。你长得那么漂亮，就让他看看吧。快去睡觉吧，我来照顾他。小子，我警告你啊，别以为我女儿漂亮心肠又好就趁机想占便宜。快点睡啊。妈妈晚安。你呀、啊、就一晚，只住一晚。好。今天是我们蔡礼佛既庄严又喜庆的大日子，新掌门人继位，众兄弟上香。魁星踢斗反天手，大鹏展翅清明流，共拜五湖赴四海，日月拱照明当头。上香。有请掌门人。你搞什么呀？啊，是这样啊，没搞错，昨天晚上在冲凉的时候出了点意外的水汤啊。不过他头脑很清醒，你说什么做什么他都知道。哎，掌门的好像有话要说。是啊，不是，他是很开心。不是啊，我看他很痛苦，不像很开心呐。你胡说，掌门人他是因为他的激动的吧。我说人都包得像个粽子了，你说那里会不会都烫熟了？Oh my lady Gaga， 要是那样我的幸福怎么办呢？喂喂喂，你的幸福跟掌门人的伤有关吗？就是啊你看他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晶晶让我来这儿的。昨天晚上我在这儿睡了一宿。这么巧？你昨天是不是没打够啊？出来，再打一局。哎，小子，
你昨天是不是还没被咬够啊？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进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你有种你进来啊！信不信进来我打死你！你出来！你给我进来！哎呦，我看你没种！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！开门！你个兔崽子，开门出来我打死你！开门！干嘛？小子，你找死啊！一大早就上门找我骂是吧？伯母，你早。那个，我是来找晶晶一起去精武中心练拳的。你不叫藏龙是装龙，我可没龙。我明明听你说出来，我打死你！妈，藏龙，你怎么这么早啊？我今天不舒服，你帮我请假吧。不舒服？那他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看见阿海没有啊？大师兄还没回来呢，怎么了？坏了！皮叔刚才来电话说他就要回来了，回来就回来呗。说的轻点，他回来这黑巧克力怎么办？是啊，皮叔应该没这么快就回来吧？我回来了，阿诺，我回来了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，那生意谈妥了？对方拿着合同在机场等我，我不用出机场，签了字就回来了。哎，我儿子阿成呢？不是吧？我是阿成啊，是的，不信你问阿荣。是吗？奇怪，他怎么抖来抖去的呀？他在练功啊，那个抽筋抽肺无量功，哎，失传很久了。我儿突然长出这么傻第二次发育。要不是报警找到行李，我还真想不起这个地址，去问问物业吧。哇，你会不会搞错了？你老爸这么有钱，住在这儿的人非富即贵，那昨天让你住在我们家，岂不是委屈你了？哎呀，也不至于这么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在你家住一辈子。你又占我便宜，你自己呢？哎呀，我是说，如果可以在你家住一辈子的话，我向你保证，保证一分钱租金都不会少。我考虑考虑。倒回去！哎，龙哥，你说那兔崽子什么来头？嫂子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啊？管他什么来头，我这辈子最恨泡嫂子的人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把他骨头拆了。拆他骨头还不容易？但是你们记住，有晶晶在，不能动手。喂喂，谁啊？阿成？你在哪呢？阿成？好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呀，我儿子在物业打电话说他到家了，你看这事弄的，我先走了啊。这个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你自己搞定吧。慢走。是。那这块黑巧克力怎么办？儿子，阿成，
哎呀，对了，这才是我儿子吧？哎呀，真是很般配呀！哎，看来这杯儿媳茶很快就能喝上了。阿扎，哎，我，哎，老爸。哎，老爸，哎呀，阿成啊，哇，今天不仅你长得比老爸都高了。哎，老爸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美国带回来的女朋友。哎呀，中国的。不，叔叔好。好漂亮。哎，走，上楼吧。好好，上楼走。第一件事啊，先跟你老爸上一炷香。来。有什么话都跟你老妈说啊。嗯，我也要上吗？当然要的，你第一次进门肯定要啊。哦，老爸，咱们家这房子这么好。那还用说呀。哎，坐坐。阿强啊，哎，待会儿我们去家好的饭店，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顿饭。一家人？我的意思是啊，就像一家人那样开开心心吃顿饭。你有什么好的提议啊？哎，我知道一家餐厅可好吃了，那儿的特色菜特别多。哦，真的呀？嗯，有河虫啦，水蟑螂啦，还有蜘蛛啦，蜈蚣啦，蝎子啊，蜗牛啊，什么都有。口水都流出来了。还有刺身吧？哦，你说的是生吃吧？有两种吃法，一种呢是没煮熟就可以吃，另外一种呢是连皮带壳生吞着吃。好了，大家休息一下。休息了。掌门人，你太辛苦了。你也帮我擦一下，我也满头大汗。哎，你让一下啊，师妹啊，我眼睛里进的沙子，你帮我吹一下后。啊，副总！哇，喂，有人那么大口气啊？想做什么？想做掌门夫人呐？哪儿那么容易啊？你以为是那块黑巧克力啊？勾勾手指就过来了？真是的。喂喂，那边呢？有没有练功用的镜子？你跑过去看看，自己有没有盼头啊？快去照照吧。不，欺负我女儿是吧？不，怕我女儿也不看看你们的德行，我打断你们的腿。哦，我原本要去少林寺学功夫，你的英文名字叫 Danny， 我也叫 Danny， 东叔他把我接来。以前我知道少林寺有个佛子，知道吗？我看见蔡礼佛的佛子，还以为这里就是少林寺。我觉得蔡礼佛好，我舍不得走。反正我们也是刚开始练，以后我们就一起练蔡礼佛。蔡礼佛拳，中国拳术中南拳之一，该拳不仅在广东地区，而且在香港、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也较盛行。它综合了蔡家拳、李家拳和佛家拳三家之长，而形成一支新派，故名蔡礼佛拳。我有话要问你。你有话就问呗，边走边问。哎，干嘛？干嘛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？
没有。你还说没有？以前我们一起练拳，一起研究，每天一起回中心，可现在什么都变了，你还跟我说没有？不说话就是默认喽。我没心思跟你在大街上大吵大闹的说这些无聊的话题，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。嫌丢人？嫌丢人就不会见一个爱一个。你胡说，蒋龙，我没见一个爱一个，我和你什么都没有，我和任何人都什么事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妈最近不舒服，我赶着回店里呢，我们店里可忙了，我得洗杯子卖茶还要搞卫生。我本来就没有必要跟你解释那么多，就是不想看你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人。我走了。这是你心里话？你真搞笑。今天你不说清楚就不能走。藏龙，我警告你啊，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全因为我把你当朋友。还有，别说我跟他没啥，就算有跟你何干啊。你给我走开。我不是要你怕我，我是要那小子怕我。从今以后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，直到他离开为止。掌门，外面有个女孩子要找你。让她进来吧。真让她进来啊？让她进来呗。现在外面女骗子可多得很。快去把她请进来吧。坐吧。哦，谢谢。晶晶。晨晨。哎，专门来找我的呀。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大师兄钟海。你好。这位是？我叫晶晶。晶晶，请坐。这我朋友。阿柔，给倒点茶。快去倒茶。不用了，我不喝茶。人家都说不用了吗？来了来了，茶来了。美国朋友，他的英文名字跟我一样，专门来学蔡礼佛的。哦。对了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我要跟你单独说。大师兄，我出去走走行吗？好，去吧。哎，走吧。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还要躲起来说？十有八九是有了。那个藏龙可精了，他又阴险，武功又好，他要是打你，那招招致命的，你得小心点啊。切，我根本就不怕他，反正我已经学会祖宗的拳了，真要是遇到他，我就当考试。我说你这个人咋那么犟那么蠢呢？哎，说我犟你就说对了，男人嘛总得有个个性。说我愚蠢吗？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你干嘛？神经啊，自己跟自己笑。挺奇怪的啊，我一想起藏龙要打我，我就很兴奋。哎，那小子在你身上吃到一样东西啊。什么东西啊？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小子一定是吃醋了。还有，你这么大老远跑来关心我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？21世纪了，你打个电话告诉我不就完了？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喜欢我。我才不喜欢你呢。那你就是爱我。我没爱你。你凭什么呀？你看你长得又不好看，又矮，又自作多情，我才不爱你呢。我凭什么爱你啊？就凭时间。我跟你说，这爱就是瞬间爱上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已经爱上我了。哎，别哭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也别笑，别生气，生气就成真的了。我没。嘿嘿，你看成真的了吧。哎，一哭就更是真的了。我打死你。走吧。起来，装什么装啊，起来，别跟我装死了，快点。你咋了？真的？
算你这人怎么往这儿踢呀、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那咋办啊？喂，怎么？以后要再这样，你可得请我吃饭。什么？去你的！别不要脸了，你请我吃饭。哎，那个什么鸡呀、啊，什么鸭呀、啊？你看什么呢？阿成啊，你看，那黑巧克力，他整天跟在他屁股后。还有我那女儿就跟吃了蜜似的，还有啊那帮臭小子成天的围着他转呢、啊、他装什么装啊，这明摆着是要把你架空，可是你呢，你却对他那么好，还教他武功，你这心里头啊那得有杆秤啊，这么对他不值。东叔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替我想，但以后这些话不要再说了。正宗的井底之蛙，当年赵子龙就是输在这招上的。你，哎呀，你说你哈、啊，出去打什么架呀？你呀、啊，功夫还不行，还得好好练，啊。没那么疼了吧？哎，不疼了，还挺舒服的。当然了，我两岁学跌打，四岁呢就给人看病了，八岁就荣登中国跌打十大名医。哎，当然了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掌门人的伤给治好。哎，东叔，你用的这是什么什么药酒啊？这是？哦，嘿，这个可厉害了，这是我们藏家祖先在清兵入关的那年就泡上了，一直泡到现在。就算你身上的骨头碎成了骨灰，也能给你接上。哎，这么珍贵的药酒，你舍得往我身上用啊？哦，只要用在你掌门人的身上，就是用光了，那也值了啊。东叔，嗯 ，I love you。哎呦，哎，掌门，你回来都这么久了，那你有没有见过半本又残又破的拳谱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哎，那你。有没有问过你老爸，他有没有见过那拳谱？没有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躲着吧！去吧！你们在这看呀？说让就让！得了，我们这么野蛮找死！老爸，外面出事了！什么事？都打起来了！我是这儿的大师兄，不知道蔡礼佛哪里得罪了你。我是来找人的，可是你的师弟不让我进去。他们没有错呀，你说出你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，我会让他出来见你。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一句话，让不让进去？不让！你再敢动手，我当你是踢馆。好，就当我是踢馆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，乱糟糟的。就是他。你呀、啊、我来会会你。你不是他对手。放心，我有绝招。阿成，你相信我，你们让开。你们也都出去。嗯，走走。哎呀，快走啊，去那边看看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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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蔡礼佛的弟子要有规矩，一个一个的来排队。我先来。你真会享受人生啊！啊，把办公室搞得跟茶艺馆一样。不过，你这茶叶太差了，还过得去了。是我这个啊，我这个茶叶嘛，也就是一般般吧，才9000多块钱一两。有这么贵的茶叶吗？有，是从非洲刚果买来的嘛，它叫金刚彩，是由大猩猩在高山之巅摘的。喂，我是贵宾，才只能买2两。好，给他一脚，又给了他一脚。那小子把你伤了？怎么了？没事。皮哥，你这人我是知道的，拿出2两来必定得还回半斤的，肯定不会让我白白喝你这9000多块钱一两的茶叶的。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啊。我儿子阿成，也就是你的侄子啊，在美国呢拿了全美大学生的拳击冠军，现在回来了，他想为祖国略尽绵力。那你呢？是省拳击队的教练。我是想，我该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，不用说了，明白的。明白了，明白了就 OK 了，是吧？可以考虑，我再想想。喂，别想了，我儿子正在准备参加全国邀请大赛呢。这段时间事情太多了，搞得我头都大了。嗨，你不就是在劲舞中心向那帮小子吆喝几声，有什么好头大的？喂，咱们先谈再喝。你喜欢这茶是吧？那不如这样吧，把这剩下1两多茶都给你。是这样，最近拳击协会呢要办一次国际拳击邀请赛啊，我正在拉赞助，搞得我是十分头疼啊。那头疼什么呀？有我嘛。你赞助哪个级别啊？那拳击有几个级别啊？12个。我全包。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说到做到嘛。我随便拿2块石头出来就够赞助的了。来，一言为定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我儿子还要拜托你呢。好说好说。憋死了，憋死了。阿成，你回来了。老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听完之后啊，保证你会开心的要命。你猜是什么？猜不出来是不是？老爸告诉你，就是从明天开始啊，你就是省拳击队的队员了。儿子，不舒服了？是不是跟晶晶吵架了？
那怎么了？有人踢馆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什么事情那么严重呢。踢馆了是不是？我们拳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要是怕别人来踢，哎，也不会踢到现在的。哎呀，你又不懂功夫，知道什么呀你？啊，是，老爸是从不沾武，但是我听你爷爷讲，也听我的爷爷讲，听得多了我就懂了。开武馆就是预备让人来踢的，有什么奇怪的？踢得越多了就越出名，越出名就越多人来踢，来生事的人踢到手段脚端就不敢来踢了。可是今天这个事儿是因为我而起的，大师兄钟海还受了内伤呢。那个动手动脚不是内伤就是外伤。哎呀，阿成啊，你现在呢已经是掌门人了啊，拳馆里养的鸟拉不出屎都算到你的头上，不要把什么都放在心里啊，别想那么多了。言归正传了，明天准时到警务中心去训练啊。还有就是交女朋友的事儿。哎呦，老爸憋不住了，哎呀，我要撒尿了。哎，我回来还没用过厕所呢。奇怪了，我明明出去的时候把窗户关好了呀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当然不会了，不过这种事情时有发生，卫生间的窗户呢总是自己打开。老爸你就别想了，卫生间的窗户打开透透气那不是很好吗？啊，老爸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什么呀？以前咱们家是不是有半本拳谱啊？啊，是，好像有这么个事儿，很多年以前了。那本拳谱又残又缺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正在琢磨呢，要是那半本拳谱里有绝世武功就好了，里面要是有余丽珍放金钱，张英才放葫芦，那就更好了。等我练成了以后，就算岳不群和东方不败联手来踢馆，我都不怕。喂喂，儿子，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连张英才放葫芦你都信呐？喂，儿子，你还没告诉老爸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拳谱呢？啊，邓叔跟我说的呀。奇怪，这个阿栋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你没事踢什么馆呢？想坏我大事？气死我了！那个凉茶妹长得那么丑还那么凶，你有什么好痴迷的？她就算是杨贵妃，她不也是个女的吗？她能跟那宝藏比吗？如果我们找到了宝藏，哎呦，那美女还不得从街头排到街尾追你啊？想想吧你。这世上真有宝藏？1%的有。宝藏这东西太虚无缥缈了，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啊？我亲耳听到的。啊？哎，算了，我干脆全都告诉你吧。我7岁那年呢，因为家里穷呢，我跟你爸两个人去偷东西，谁想呢，都到半夜了，一点收获都没有，所以我跟你爸就分头行动了。天亮的时候呢，我经过一条小巷，哎，我发现有家门呢，它居然没上锁，里边还有人说话，小孩好奇嘛。我就趴着门缝啊，偷偷的。爹，这本拳谱里面有个藏宝图啊，有个藏宝图，这宝藏是我们祖先爹亲手买的，爹说是他老人家毕生血，他老人家说，只要得到这宝藏，就会灵彩礼佛前永不衰弱。以后版本就放在拳馆，下版本由你保管。至于何时挖到宝藏，是挖得到挖不到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
你现在把这卷谱给我撕成两半，夫人。给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跪在地上的那个小孩就是陈皮。可是我到陈皮家翻了好几次了，除了他藏了几本色情画报，啥都没有。所以我才跟你说，你不要动陈诚，我们得利用他。得到了宝藏以后，你再收拾他。可现在你得保护他。保护他？我觉得不是。你缺心眼儿啊！你想想啊，别墅啊，游艇啊，啊，飞机，美女呀，哇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哎，你想到这些，你就会感觉到他值了。再来，继续，好，你干什么呢？你不是安排自由练习吗？我在练习蔡礼佛拳的步伐。站好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拳击训练场啊。那你这又跪马又扭马算什么？哎，教练，看来你也懂点蔡礼佛拳的步伐呀。哼，我不管什么蔡礼佛大头佛，这里只有拳击。马上练队打，雷助教你过来给他打。你想干嘛？教练，我想练对打。那你就应该好好练，这不是你老爸开的拳馆。你别再提我老爸。练拳去。我不练。陈诚，你站住。阿成，回来了，去哪儿玩了？啊？也没去哪儿，我随便逛逛。哦，和晶晶一起？就我一个人。哦。阿成啊，这些天你搞什么鬼呀？整天魂不守舍的。哎，没事儿。哦，是不是拳击队的人和你合不来啊？切，我还不想练了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不练就不练了，那咱就不练了。那我回美国算了。啊？你要回美国，在这儿不是挺好的吗？好端端的回什么美国呀？我去洗澡。哎，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失恋了？不会呀。晶晶这女孩子多好啊，不会是求婚被拒绝了吧？臭小子，想结婚娶老婆了。年轻人鲁莽，不知道怎么去求婚。好，老爸明天帮你搞定。请问一下，哪位是晶晶的老妈呀？我是啊。我是来给晶晶下聘礼的。喂，下什么聘礼啊？喂，你还流口水？你中邪了？哎呀，惭愧呀，惭愧呀，实在是被你千娇百媚的身材给震惊了，所以一时间有些失态，别怪我啊。不怪你。不怪我是吧？
那是人类的天性，不怪你。我本来是很温柔贤淑的。是啊是啊，我们都很爱美。喂，爱美归爱美啊，你们还回答我，下什么屁脸啊？我今天来是向晶晶提亲的。死老头，想娶我女儿？不是，不是我要娶，是我儿子要娶你女儿。哎呦，我又错了，对不起啊。我怎么没有听我女儿说过呀？小女孩害羞嘛。不如这样吧，亲家母，喂，我又是很老，母什么母啊？叫我丽丽。丽丽啊，你当然不老了，和晶晶看起来就像两姐妹。哎呀，亲母都是这么说的。是啊，是啊。言归正传，其实呢，我就是想啊，我儿子跟晶晶结婚，让他们早日结为连理，而我呢，就可以早一天喝到媳妇茶，你也多了半个儿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是吧？说的是没错，不过我得先问问我女儿。哎呀，我看就不用再问了，我看得出来你们晶晶很爱我儿子阿成。哎呦，我们就要成亲家了，是代表友谊。你们在干嘛？晶晶，你麻烦他。他说帮他儿子来给你家聘礼了。皮叔啊，你这样做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做什么戏嘛，比看龙舟还热闹。你让我和我妈的脸往哪儿搁？还不快走。哎呀，晶晶啊，我跟你说，快走啊，我要报警了。好好好，快走。我走。快走啊。妈，走了。皮叔万岁。皮叔万岁。今天下棋没成，你不开心啊？有吃就吃，有喝就喝，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皮叔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行了，皮叔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你敬我。嗯，今天你开心了吧？掌门人的婚事都黄了，这下你心里舒服了？大番薯，你不要每次都挤兑我。你东叔，你别那样看着我，纯属自愿，我没强迫他。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！掌门人到。皮叔，哎，今儿怎么吃的这么好啊？吃菜啊！这么多好吃的。十五，二十。我们拳馆今天遇到什么好事了？你老爸请客。我老爸？嗯。我老爸凭什么要请客？因为你啊。二十五，因为我？对啊。老婆呀，你走了20年了，我不嫖不赌，守身如玉，常伴你的玉照，日日一炷香，以表示对你的爱恋。哎，可丽丽出现了，我的心就泛起了波澜。她就像那黑夜中的明珠，她就像那空谷中的幽兰。把我内心深处的情感一下子挖出来，那简直就是黄河呀，决堤了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老婆呀，你要原谅我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来，晶晶打的，你看晶晶。吃菜啊！You miss me？ 15，20，15。什么？分手？哎，这么早，你来帮我开铺啊？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？你猜。以后无论风风雨雨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讨厌。一大早胡说八道的，神经病！我还没说完呢，我是说，以后无论风风雨雨，我都会陪着你到精武中心练拳去。
哎，你赖在这里没用的，晶晶不在家。大姐，我知道晶晶在里边，你让她出来见见我。她真不在家，她去她大姑妈家了。哎哎，那天的事儿真的不关我的事儿，你跟她说一下。哎，好好好，你自己打电话给她吧。电话都打烂了，她不接啊。那我也没有办法呀，真是。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？我的心已碎，我的事也不能做。看了十几个钟头，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清醒一下吧你！哈哈哈哈哈！刚才你太厉害，你知道他那个动作怎么了？别笑，别打我！啊！哎，晶晶，那我们先走了。为什么呀？不是说好一起的吗？因为我们今天有点特殊的事情要做。那我也和你们一起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跟他好好聊聊嘛。我们明天中心见啊！哎，我们拜拜。你们俩别这样，等等我。你干嘛老跟着我？你不理我，我还不跟着你？我不跟着你，你会理我吗？扯的什么理由？你到底怎么样才能不跟着我？除非你说出让我不跟着你的理由，我向你保证，永远不跟着你。那天你爸来我们店里下聘礼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他弄得我和我妈多尴尬，我心里有多难受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两个理由还不够，我就不信你爸自己能想出这么个馊主意。起来，再打！你九流的蔡里佛拳。你侮辱我可以，不可以侮辱蔡里佛拳。You know？ 你只懂蔡里佛拳的一招半式，就到处卖弄，不分场合，不按规则，乱打乱踢，才是真正的侮辱了蔡里佛三个字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现在用蔡里佛的招式来跟你打，如果有一招半式不是，我就认输。好，这里是拳击场，不能在这儿打，今晚江边见。我会让你知道蔡里佛拳的厉害的。说我来晚了，你等得不耐烦了，还骂了很多的脏话。我没骂你。你在心里骂的。哇塞，这你都知道。我什么都知道，我还知道你今晚心烦气躁，自我膨胀，求胜心切。如果我们功力是一样的，你已经输了七成了。来，我今晚就让你知道蔡里佛拳的厉害。
佛拳，真是丢蔡礼佛的脸。我让你见识一下真的蔡礼佛拳。真的？那我看看你有多真。听了吧，追从必中拳，掌门人领悟不到吗？趁势侧锋进，明白吗？ No！ 我刚才有一招半式，不是蔡礼佛拳吗？你招招都是，全部都是。那就不是我输喽。你没说，是我输了，真的，我彻底输了，我彻底输了。我知道你对蔡礼佛拳是发自内心的热爱。那当然，我身上本来流的就是蔡礼佛的血液嘛。我还知道你很喜欢拳击，在你的潜意识里面，你想将蔡礼佛拳和拳击融合在一起，既有拳击的力，又有蔡礼佛的巧，用这样的方法来提高你的拳击技术，对吗？说得太对了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两月的海浪了，我们是姐妹，有什么心里话你就说嘛。嗯，记得你跟我们说过，你跟他就是在这儿坠入情网的。我认为感情这东西吧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大不了我们陪你去找他，把该说的都说清楚嘛。哎，晶晶，你想不想知道阿成比赛的情况？晶晶啊，阿琴的男朋友阿雷跟阿成是队友，他说阿成在亚洲外围赛已经连赢了好几场了，他只要赢了日本人这一场就可以进入亚洲大赛。嗯，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看。你去吗？我这有票啊。钟叔，怎么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你看我这拳练得有没有进步啊？有啊。哎，要不然我怎么给你鼓掌？但没用。那为啥呀？我给你看一下东西啊。这本书可厉害了。嗯，哎，千年道行一招丧，这个招子啊，不是朝阳的招，它是招式的意思。就是说呢，有些人就算是有千年的功力，也抵不过这里边的一招。这么厉害？嗯，怪不得大师兄天天对着练。练里白练，就算练得出神入化，那也没用啊。还没用？那当然了。哎，所以呢，吃要吃味道，学要学全套。如果能找到下半本呢，嘿，那可真是天下无敌喽。嗯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嗯，就是上次你问我有没有见过那半部，哎，嗯，我问过我老爸了，嗯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好像有啊，但是给撕来电砂锅用了，然后他又想了想，又说没撕，哦，但是他也不知道放哪儿了，那你找到了没有啊？没有，看来我还真得好好找找。哎，你好好找，好好找。你找到了以后啊，我陪着你悄悄的练。那可不行，
我得跟师兄弟们一块儿练，这样我们蔡李福娟才会永不衰落。你说对不对？啊，就找到再说了啊。好，千年道行一朝丧。老妈，你看看我，都有一个礼拜没跟您上香了，真是对不起啊。因为最近这阵子，小叔在亲自教我拳法，他要求的十分严格，我也是越练越起劲儿。我现在的拳法真的进步很多，我都不相信我能打得这么好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骄傲的，请你保佑我顺顺利利的。我决心，我一定要打好这次的全国拳击邀请赛。你在天上就等着看吧，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，不管比赛有多少场，我都一定会赢多少场。哎，如果我真的能够捧个奖杯回来，我第一时间向您报喜。谢谢老妈。你中彩票了吧你？你看是不是这本？豆叔，豆叔，豆叔，我豆叔，是不是这本？是这本。那我告诉兄弟，不行。我得验验是否是真的，万一是假怎么办啊？真是。那你要验多久啊？得验好几天呢。哎，先验定它的真假，然后呢，看看有没有缺液呀，有没有缺图啊？所以要好几天嘛，几十年都等了，还在乎几天啊？哎，掌门人，东叔，你们在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不是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早点点。多管闲事。豆叔，那你研究完了告诉我。好，你先回去啊。我研究完了马上告诉你啊。行，那我回中心了啊。等我消息啊。你干什么？你照造啊你。去。噗。哦。老爸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挖宝啊。你快跟我来！大师兄，我刚才看东叔拿拳谱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跑哪去了？好像去挖宝。挖宝？是啊，你赶紧跟着他，让大番叔打电话通知皮叔。OK。跑了。皮叔，喝茶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妈妈呢？她跟朋友去香港七日游了。啊，是啊是啊，哎，整天待在铺子里好闷嘛。静静，你最近有没有看见阿成啊？我忙得很。哎，别走别走，我忙着呢。别说，你慌什么嘛？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，武馆的事情我是不管的，你不要因为武馆的事来烦我。啊，不是啊，皮叔，东叔他呢把上下半本都找齐了，逃跑了。但你听说他要去挖什么宝藏，那大师兄呢觉得事情很严重，就派丹尼去跟着他了。这种情节电影里面有。不是啊，皮叔，你想清楚啊，那拳谱里有没有藏什么特别的东西啊？
那里面能有什么呀？等一下，我姐姐她可能知道。姐姐，皮皮，姐姐，我想问你啊，爷爷临死的时候是不是留下半本什么那个没穿衣裤的那个小人书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哦，那你知不知道那本烂小人书里藏着什么秘密啊？秘密？啊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爷爷临死的时候说过，里面有个巨大的宝藏，爷爷还说。这宝藏可大了，皮叔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喂，皮叔，皮皮啊，你说话。皮叔，喂，皮叔，你怎么了？皮皮，静静，皮叔不知道怎么突然变傻了，你帮我照顾他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皮皮，皮叔，发财了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妻子时候的梦想，此时此刻就要实现了。这箱子又厚又重的，怎么开啊？你当然是不会开了，这得我来。照着点啊。哦。这不好开啊？怎么回事？手电筒没电了。快电池啊！全都用没了。我没有，是我的，没有你这份啊。让一让行吗？不让，我死都不让。我让开，让你们动啊。宝藏在箱子里啊，怎么打开啊？哦，是啊，怎么打开？是啊。哦，我终于明白祖先五轮锤拳谱图画上的意思了。是啊，五轮锤整个套路是按照八卦太极原理而生的，里面呢拳脚招招体现阴阳和两仪啊。对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。我要是没有推算错的话，应该是把阴阳太极这四个字换成四只大象。你看，别动别动，我回到你们躲开。闪开闪开。什么呀？好字，不过很难做到啊。以后我们也要用这个字来互勉。对，你们也一样，永远要记住这个祖训。知道知道知道。哇，中暑是不是神经了？好像周星驰的电影《赛博险》。好了，快过去看看弄书吧。走。祖师爷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我。今天晚上我的对手是日本人，我一定会像蔡礼佛的前辈那样，英勇顽强，为国争光，也为咱们蔡礼佛争气。哎，对了，祖师爷，今天我们大师兄会带着所有的师兄弟都去现场的，他们说好要做我的粉丝，帮我打气。要是祖师爷你也有兴趣的话，也过去给我捧捧场。我老爸来了。一二二二三二。嘿，掌门。嘿，大番薯，你开车呀？我老爸呢？
哦，皮叔跟大伙儿早就去现场了，他说要占个好位置。掌门，走，上车吧。嗯，陈章。我们有比账还没有清呢。怎么个清法？我要挑战你。其实我早就在跟你斗一斗了。你今天晚上还有比赛，不能浪费体力啊！我们掌门今天晚上有重要比赛，改天再打。与我无关。大笨肉，别拦我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冲动是魔鬼啊！装什么装？小子犯大忌了，心浮气躁，就算我插你一截，你都会输我七成。哎，等等，干嘛？不打了。你认输了？我没输。嘿，你这算什么呀？又不打又不认输，那就是投降了。好，就当我投降。我是不想你今天晚上输钱有借口。还有，打好今晚的拳赛，别丢了我们中国人的脸。切，那当然，还用你说？想不想亲眼看我打赢他？想就跟我一块上车。大番薯，扶他一把。不用。帮忙啊！全国拳击邀请赛轻量级预选赛现在开始。你们两个听清楚比赛规则：第一，不准打后脑；第二，不准起肘；第三，不准打裤裆。哎呀，不是人头猪脑吧？不是不准打裤裆，是说不准打裤裆里那东西，明白吗？说完了没有啊？完了。什么事啊？有什么事啊？不要跟他硬拼，等他心浮气躁，他的拳法就会乱，他的体力也会很快的消耗掉。啊，
数快了，绝对不可能。规则是一秒一数，你这是0.87秒。什么 ？1、2、3，数哪儿了？3。哎，别数了，开始。好，包子。你不是说你女朋友给晶晶留了门票了吗？我一直都在留意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？听到。你说，从开场到现在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？什么？你胡扯什么？哦，你想干嘛？大敌当前，想开小差吗？第三个回合了，要全神贯注，记住了，要全神贯注啊！都没有，还不认识路，跟无头苍蝇似的。你想干嘛呀？我才不喜欢你呢。那就是爱我。我没爱你。这是蔡礼佛的五轮拳，它是蔡礼佛拳的精髓，你可以将它融入到拳击里面。这次呢，我是一秒钟一数的，很准的。你注意啊，已经数到八了。回去！你过来干嘛？回去！这下完了，不知道数到哪儿了。从六开始吧。6、7、8。行了，别数了。起来了！太好了，起来了。再来一张。
你怎么会知道我来江边了呢？我又不是傻瓜，当然会知道了。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 I love you。 什么？我说我爱你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。